中国相公中级公，学练中级公是以初级公为基础才可以练习，是以活动全身为主，以采气充实机体为中心，并为给他人代功发功治病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但是一定要每天做善事，才能功力随着功德而长。所谓三千功十万德，就是一方面努力练功，一方面累积善德。韦陀献杵，双手掌心向下，食指相对，位于胸前，同时屈膝扭胯，先屈左膝，后屈右膝，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像弹簧一样向前弯。济公运气，双手掌心向下，食指相对，位于胸前，两小手背先左后右交替成三角形，往复开合，同时屈膝扭胯，先左后右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双手一物，双手侧掌手心相对，约距20公分，指尖向前，位于上腹前方，先左后右，类似一物的动作，同时屈膝扭胯，先左后右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，手与扭胯反方向。多罗化壶，双手在右胸前，掌心向下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食指向右前侧方，前伸后拉，如化葫芦状，顺时针方向，同时屈膝扭胯，扭胯先右后左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龙女禅师，双手重叠于腹前，上下交替成抹旋状，同时屈膝扭胯，左右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龙女采莲，双手手心向下，相距约10公分，食指向前，置于腹前，双手掌根同时向下按，应有一掌位于腹中间，左右交替，同时屈膝扭胯，与扭胯反方向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
罗汉伏斧，双手呈虎爪状，右手在小腹前对小腹中间，左手在左腹侧，左右交替，同时屈膝扭垮，在腹侧的手与扭垮同方向摆动36次。棍针现意，双手握空拳，如握棍状，两手相距约10公分，位于腹前，左右水平拉动，同时屈膝扭垮，与手反方向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天王叉掌，双手掌心向内，相距约10公分，四指并拢，拇指向内拉开，位于腹前，双手同时下叉，应有一掌位于腹部中间，左右交替，同时屈膝扭垮，反方向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老针白掌，双手掌心重叠，掌心对准肚脐，男左掌在里，女右掌在里，双掌相距约5公分，以垮代伸，双膝勿弯曲，从这个动作开始，双膝不要弯，缓慢先左后右来回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记得膝盖不要再弯曲了，以我们的胯带动上身，基本上上身不动。罗汉礼佛，双手食指交叉，指贴手背，右手拇指压左手拇指，掌根分开，挥小手背上至锁骨，下触小腹，自然上下挥动，同时以胯带伸，双手向上挥时胯向右，下挥时胯向左，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挥天献花，双手手心相对，相距约15公分，食指向上位于喉前，先左后右来回左右摆动，摆动时手心始终相对，同时以胯带伸，与手反方向来回摆动36次，手与胯的方向是相反的，先右后左是以胯为主。香，香，好香哦！
飞天散花，双手下垂，位于小腹前，其他动作与飞天献花相同。香，哦，全身尽量的放松，面带笑容。香，金刚运气，双手呈鸭嘴形，先左手后右手轻击腹部，左手击腹时胯向左扭，右手在右胯侧，同时以胯代身，左右交替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香，好香哦，香香香，闻香要喊香，不要独享，要大家一起分享。三圣打坐，双手呈抱球状，食指相对，双手指尖相距约10公分，位于腹前，先左后右在中间，同时双膝自然的放松，膝盖微弯，静立约3分钟，眼睛张开或做垂帘状，尽量全身的放松，面带笑容。全身放松，面带笑容，香香香得不得了，香香香香得不得了，好香哦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做收工的动作，双手缓缓放下，指尖朝下，再握空拳向上提，同时用鼻吸气，口呼气，双手缓缓朝下搓手，轻轻的搓就可以了，再美容我们的双眼，脸更光滑亮丽，同时再搓一搓平时跟着我们的老毛病，搓搓它，拍拍它，让它远离我们，让我们充满朝气。谢谢大家。